小朋友这些打得很中肯的，抱歉了。First blood, double kill, triple kill, quadra kill。刚刚看了监控呗，刚刚看了监控是你们先动手的吧？你最起码道个歉吧。先动手，不管你先动手，前面不能道歉，先向我道歉。那现在已经事实出来了吧？你们要道个歉吧？你看我们做的，我们道歉吗？你前面干嘛？你不是报警吗？你报警好了呀，你报警好了。你们干嘛打人啊？小朋友这些打得很正常的。打得很正常，要道歉呀，主动打人就要道歉的。